啊，这边发现一个新手游。它其实就是守塔的游戏。火云之塔，注意下教程，跳过要重来哦，不能跳过。哦，可以一键升级哦。好，基本上这边已经放我们自由了，我们就一直在这边弄就可以了。那你看它有图鉴，它图鉴里面有一些大奖哦。哇，你看真的是非常帅的游戏啊！然后有些生物，所以我觉得这些也蛮多东西可以讲的。开始先把任务解完，完成一次任意主线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更看属性，就可以让它升级。但是有钱，他就会推荐你要升什么。我真的是非常的好玩哦！我是有钱就可以升阶就对了，然后就是可以一直挂在这边，哇，很好玩呢！哇，很好玩呢！所以就是有自己的珠宝可以一直挂在这边。哇，诶，那这个游戏出得很好诶。不错哦，这个玩法，我觉得出的玩法不错诶，就等于说我们有守塔，然后一直挂在这边，哇，不错不错，而且它角色也很多，而且还有圣物，我觉得这期可以期待一下啦。但我现在有绑定奖励。哦，你就有下一关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好好玩哦！哦，所以在打关卡的时候不能升级，是不是？你可以直接放进来。这样就下一关了，要怎么游啊？我们可以对我们自己的剑塔升级啊。这就是我们的生物。因为自己可以给它穿。这边升级之后呢，全部，然后再去打主线就可以了。有没有这么好玩呢、啊？然后再打主线就可以了。像我们现在6等跟16等，就比较 OP 了。中下一层可以先把它关掉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个手游，诶，所以它其实会帮我们放技能吗？